但是如果出剑姬的话，这剑姬在线上真的能很舒服吗？主要是这把方 pass 这个阵容，感觉下半区你得起优势，但上路剑姬其实会需要照顾，嗯，照顾一下让他肥起来之后，其实单带才会更顺利。对，反正京东这边其实纳尔你是可以放他自己玩的，主打下半区，只要女警节奏起来了，那其实还好说。也要进塔，有没有可能来一波四包二啊？但这个版本防御塔的伤害在前期其实是加了蛮多的，第一时间打到李伟强的净化。朱妹就在旁边掩护啊，京东还不想走，兵线有点不够了，下一波兵线马上续过来，先把朱妹给隔开，飙到了阿卡力量 TP。这波就打你一个 TP， 感觉可以直接走了。塔后加的直接加到了 Care， 哇，踢下来直接半血没了。是的，这个消耗很痛苦，而且野区还在盾符，朱妹是在眼睛上的，还在等。差了一个眼睛，但是被控住后稳稳接上一标，顶出了一下，顶出余震，但是自己还是要死。总武挂到，两边打野打了波互换。这波蓝量喷了很多了，差不多对面 B 的话，他应该也要找时间回城了。卡了一个视野，但是有感觉。他当时走位是一直在扭啊，嗯，但是好歹这个余震是稍微要帮他扛了一会儿，很关键啊。如果没有这个余震，他可能撑不到下路双堵支援过来。是的，所以继续对纳尔展开压制，直接控住红 buff 在减速，这波有可能要单杀。看一下闪现，直接换闪。是的，下路的女警拉克斯不停的压制。对。他们刚哎塔下加速加住了，没有进化的翔哥。哦，但是。三六九这个血量是很低很低的，变大也还有一会儿，很危险。开过了顶起，没问题，伤害是够的。人头的进账，啊，这就是塔后藏夹。主要这个红 buff 是第一个红 buff， 现在第二红 buff 都发弹还在，但是李伟强这边直接一脸上来了，交易了呀，哇，那得把闪给也给交了。对，你只能先解放剑姬。对，解放剑姬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，毕竟上面的镀层也吃了蛮多的，想小绕一波。阿卡里交 TP，哎，这是一个四包二，蓝四方察觉是比较慢的。那枚海浪先行，朱妹补上大招，想先找辅助 Missing 肯定是个必死之势了，卖掉自己。阿卡里也过来了，下路紧紧贴着下方的这个，哎，同时招一波闪现配合防御塔的伤害。这个时候小老虎太想着单线帮队友做了一些事情了，有点心急了。是的，那没给大招。你面对他这个女警拉克斯，你会发现大家同样是三个人或者说四个人站在塔下，一边是推进，另外一边是真是只能看着。对，一个是塔下夹子特别多，就女警的夹子也好，豹女夹子也好，有各种夹子。还有一个就是拉克斯跟豹女两个人会一直疯狂团战当中，只要把自己的功能性打出来即可。不过这个位置京东的阵型不是很好，纳尔的怒气还不错，大招先是丢到龙坑里面，纳尔一拍先找你的前排，小老虎第一时间被激活，后面砍了 missing 两下，蓝色方再次收缩一波自己的阵型，这可能是他们一波追击之势。瑞兹直接开车去留人，先留到朱妹，派克第一时间要命丧当场了，旁边 Knight 直接冲到了后排，这个法坦居然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坦了起来了吗？赶的下路双人组是落荒而逃。打一纳尔在中路送兵线，上路直接放了峡谷先锋阿卡丽子去中守，正面四个人没什么清线能力，而且拉阿克斯一个 Q 两个呀。林伟强和朱妹纷纷交出自己的位移技能，直接打了一条消。小老虎的团庆也被消耗得很痛苦，又吃到纳尔的一个石头，视野兵线都被压制得太惨了。朱妹强行过去想就是开出了找他没进化的，但是没办法开不到，一个狂风轻松就拉开了。一会儿这个拉克斯如果再补一手米卡尔的祝福出来，那女警就更安全了。那说到豹女也掉，然后这个时候几个人直接转去下路二塔，而放 pass 选择向上路抓一个三六九，三六九没闪了，这波应该是会被抓死，但是下半区怎么办？这也还好，快，在这里藏着等一个有缘人。哦，自己是没被扫描扫到，反而是豹女先被这么一个冰给冰住了。阿克里拿到这个人头，哎，这就是上半区的视野由方 plus 抢回来过后，利用一个视野差找到机会，这波是击杀了卡拉维。要快点去打，但是这把有车可以坐，他其实出来的时间还是比较快的。是的，小老虎在绕，大招大到了三六九，三六九这波变大没有跳出来， Missing 这里交出了闪现去躲这个圣枪洗礼。
然后看骇客这里猪妹关键是没大招，现在猪妹只是一个能吃技能的猪。是奈特这边找到了小老虎的位置，三六九边跳直接跳进去，但猪妹拿到这个龙。是的，这个拼成由骇客给拼成功了，似乎有点赶不上这个了。刷 buff 呢，这也太快了，猪妹顶下来但是没有抢到，自己身上也没有闪现的，可能要交在这儿了。而且这两个上野越枪而上，配合女警的一个让子弹飞一会儿，瞬间女警砍下 BWQ 击杀了球球。虽然说间接秒杀了娜，但在正面灵魂枪只有一丝血了。瑞兹跟秒大瑞将其收割。是的，凯尔想去找一下 Missing， 在这个位置 Nat 直接回来保护他，自己交了一个闪现下去之后，还是被一镖给镖死了。全是远程技能，手实在是太长了，全是隔。仅活一个剑击面对17级的瑞兹，打出了减速，但是瑞兹背靠着防御塔，配合着终极闪光，瑞兹还在追，又中了一个 EQ， 剑击有一手破剑者。迎接他是远处的豹女，对，已经在包了，但是豹女这个位置反而才是被包的那一个，扭一下大招，但是娜美大招扭掉，猪妹大招没有扭掉。但是瑞兹已经回去防守你了。是的，正面是一个四打四，瑞兹还是有踢的。猪妹被控住，哎，直接踢到正面，想要一波掉防 plus。猪妹往后交一波闪现，需要回泉水去补给一下。剑姬也回来了，但是剑姬他没有一个绕后的空间啊！再来一个终极闪光，又是消耗到猪妹，灵魂枪也被打残。剑姬没有任何的切入空间，甚至纳尔也跳了过去，一巴掌是拍晕了阿卡丽，拍晕在墙边。剑姬想强去切奈特，但奈特又是赤点水的护盾，自己要被三根手围堵，转火一个 Missing， 但是 Missing 也跑开了，就是打不出这个破绽。剑姬被放风筝了呀，成就了女警的 double kill。那我们要恭喜京东 Gaming 在这场面对 FunPlus 的 BO3 中先下一城，1-0领先 FunPlus， 恭喜京东在蓝色方一楼。